镇，你知道哪里可以买鳄鱼肉吗？鳄鱼肉？为什么突然要买这个？我自女有哮喘，一直不能根治。我听很多人说鳄鱼肉很有效，想要买给他，给他试一下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些偏方都没有科学根据的吧，而且我觉得还是请教专家比较有效。今天就守着活力，加油加吧！